有冇得解釋㗎？可以。可以解釋啊？唔得，遊戲唔係咁玩㗎嘛。梅艷芳，因為如果講偶像嘅梅艷芳係我偶像，張國榮係入行之後認識嘅一位前輩。梁家輝，姊妹情深，紅色麻油原味，雷神，咖啡，榴蓮，地鐵，港姐冠軍。咁啊，梗係再攞多次影后啦！佢考唔考第一關咩事啫？係咪佢噶嘛？佢考第一，一定要自己爭取噶喎。其實熟悉我知道我平時就唔係好化妝，所以就算係咪同佢去街，我都唔會考慮呢個問題。咁但係即係當然佢同啲 fans 影相嘅時候，我自己都會即係例如可以有陣時我都會幫手影添。即係我覺得人哋中意你老公唔係一件好事咩咁樣咯？你話，但係如果瘋狂嗰啲嘅時候，我就梗係會幫一幫佢攔一攔，因為有啲太瘋狂咧，就我覺得係唔係幾好咯。或者我好怕嗰啲好夜出現嗰啲啊，即係好夜出現嚟到去揾佢啊，即係知道佢喺嗰個地方度做嘢啊。因為我覺得嗰個安全係好緊要咯，你要即係你要對人哋嘅父母都要一個交代噶嘛。其實我又好少將自己去分我是藝人媽咪定是普通人的媽咪，即係我覺得我做媽咪的時候，我都幾會放低自己是咩係咪藝人，因為我覺得你教緊個小朋友的時候，你應該有一個正確觀念教佢咯。即係所以頭先你講嗰啲咩佢扭買玩具啊，冇噶我，你咪扭咯，我走噶，我唔會俾佢扭嘅。同埋你話喺咩街道大聲鬧佢，我唔會好大聲鬧，但係我會捉佢埋一邊同佢講道理咯，即係我會大聲同佢講嘢，但我唔係一定係鬧佢嘅咯嚇。